听说您曾经杀了男友，而且还完美脱罪。你不是有经验吗？杀了人还被判无罪。我是不是闯了一点祸？我本来就睡也睡不好，工作也做不了，还到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来。所以您是在担心我吗？你最特别的就是厚脸皮啊！但是现在你突然知道廉耻，跟别人不就没差了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哎，我帅翻了，受不了。奇怪的搭档，6月25日晚间7点，未来喜剧台。